亮到你会怕。对啊，超亮的。我们这个造型。想一下，在录影啊，我以为你在拍照。录影啊，我觉得很好笑，那造型怎么回事？好了吗？你要？真真不够啦啦！一个有这大声呢？嗯。我这把是干啦，比着你先来呀。嗯，没事，谢谢。你要多拿几根，他不然他多拿几根，不然他都丢掉了。啊，好可惜哦。是真的哦。对对，不要了。大哥，那个好多。因为有个爱你有多深，爱你有几分？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掌声。然后，真正的姜黄呢？对不起，我想要很帅的拿起来。好，那我还是把它踩平点。好，砍下去，用力，姜黄就可以连根拔起。好，还是很烂哎，对不起。就是这里了，我觉得就是这里了，完全没有要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了。不管了，就是这里了。码头拍到我身上嘛，然后后面就是满满的民众，超多民众，又有阴影，对。哎，我觉得你帽子唱起来好时尚。为什么都可以唱起来？好时尚哦，没有什么脸，比较轻哦。时尚装扮，哎，你怎么没有把你帽子戴下来？我还想说，边缘角位我已经到了，没有，结果完全不是。天啊，我不知道，对，我不知道走到哪里了。好，你看，你不是探监，你是囚车哦，你是囚犯。哎呦，赶快叫他坐下。他坐下了。对哦，对不起。哎呦喂呀，就狗子耶，嗨。这里好，你坐这里，好，停。是不是太快了？好，很快哦。你可以吗？等我一下哦。我在等你啊，等我们一下哦。感觉是什么？感觉是什么？我感觉脖子快断了，一直都要仰脚拍。没有叫我。你看啊，他很容易就是，我现在是38哎，我觉得他现在是对啊，对啊，这也太怪怪的。